第三十三题问：珊珊对书包做工的功率是多少瓦特？那我们了解，我们知道所谓的做工的功率呢 ，P 等于 T 分之 W， 做工呢就是力量呢去乘以位移。但是呢，刚才的第三十二题问的是抵抗重力做的功，这一题只是问对书包，所以我只要算对书包的施力就好了。我们对书包的施力呢是十公斤重，要换成牛顿乘以 G 值是十，然后我们位移呢上升了四公尺，然后我们全部的时间呢，我们总共花了五秒钟，所以呢消掉这里是二，所以呢就十乘以二乘以四。答案呢叫做80瓦特，所以呢我们这一题的答案呢应该是80瓦特，所以我们第33题的答案呢应该选的是 A。 33题问珊珊对书包做工的功率有多少瓦特，我们答案选 A 80瓦特。